大春出完 WhatsApp 又冇人复啦，点算啊？如果 dead air 咧，最重要咧就系重新引翻起大家嘅注意。所以个时候咧，第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讲笑话。笑话一定要新奇有趣嘅，所以揾啲唔系港式嘅笑话就一定得啦。啊，点解隔咗成个钟冇人复嘅？通过个部电话都坏咗。你啲笑話都唔 local， 叫人點笑得出啊？如果頭先嘅方法唔得，大家就記住 PM 自己嘅朋友，等佢哋幫手。阿 P 阿 P， 喂，冇人覆啊，幫幫手啊！喂，龍哥龍哥，阿 P 唔理我，可唔可以幫幫手啊？大俊已經揾咗廿幾個人啦，都冇人肯覆佢啊，好慘啊！朋友唔覆唔緊要，我哋仲有淘寶。淘寶乜都淘到，是不是很厲害呢？當以上的方法都沒有效的時候，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出我們的終極方法。而這個方法是什麼？自己覆自己，自己覆自己大法。首先你要有很多部電話，開一個 group， 將所有的電話入曬入去，自己不停覆自己，自此這個世界再沒有 dead air 了。自己覆自己真的很累，但如果这个方法都不行呢，就只可以用一个比终极更加终极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是什么？就是 left good。